今次嚟到高雄大鵬灣賽車場搞咩？就係玩呢個極限體驗營。一日課程由 Audi 总部派出教练领军，内容包括赛道体验、室内課程、ABS 同埋扭沙林等。大家登记后分组就即刻上堂，导师稍作讲解技巧同埋规则。Here you finish break, you go off break and start turning in. After you pass the apex, now accelerate out of the corner and unwind your steering.听就容易啦，做就究竟有几难呢？大家随即按自己嘅时间表上车，同教练出发。记者先揸住 TTRS 学 lap 拼一课程，车内有对讲机，教练会不断指示点样做。每次去到弯角前贴近雪糕筒，然后入弯贴近 apex 点再出弯。头一两弯咧，佢速度慢啲，咁之后嚟讲咧都几快嘅。咁你要。追住佢咧，系都有啲緊張嘅。咁而家揸住呢部咧就係 S4 啦，咁就同頭先嗰部 TTRS 有啲唔同。Lapping Two 呢條賽道咧，就啲彎道咧就深啲，個彎咧你要轉耐啲先到。咁教練最嚴謹嘅地方咧，就係在於你一定要跟住條 idle line 嚟走啦。转，系咁入弯，系咁入弯，入到个人都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咁嘅感觉。而家试呢一个 run 咧，就系试佢嘅 ABS 同埋佢个 brake 嗰个制动系统有几强啦。而家揸紧呢个就系 R8， 咁教练就 set 咗个雪糕筒嘅阵出嚟，就系叫我哋俾尽油，跟住去到一个位置就即刻重 brake， 咁就轻轻扭胎，咁就感受一下。ABS 嗰個剎車系統點樣幫助你可以剎車？跟住就係扭沙林，都幾好玩。你會 feel 到唔同車嘅唔同懸掛咬地嗰個感覺係唔同。上一日堂都幾攰，因為每個課程咧都好鬼緊密嘅。到下晝啦，就係跟住教練一隊隊車咁樣咧試一個 full lap 啦，即係走呢個賽道一個 run 啦。咁教練咧速度都幾快，咁你要將頭先學嘅嘢，即係點樣入彎啊，個角度啲線路點走啊，將嗰啲嘢擺翻曬出嚟。對於我嚟講咧，係有啲難度嘅，因為你成件事要好集中，即係你稍微唔集中，我剛才就爭啲試咗一次，望住個欄咧，你架車就真係會去跟住咗佢咁入彎。是有啲危險嘅嗰下，咁但係其實咧，成件事如果你真係中意揸車嘅話咧，呢啲嘢你根本喺香港係冇機會玩到，成件事好刺激。整體 run up 翻今次 track experience 嘅經驗咧，即係 Audi experience 經驗，我覺得普通一般新手咧唔係咁容易 handle 得到嘅，即係你起碼要接觸個高性能車啦，有翻一定嘅駕駛經驗啦，即係揸會有揸開快車嘅習慣咧，先會跟到教練做嘅嘢咯。咁但係對於你提升技術咧係有一定幫助嘅。連兩晚酒店食宿嘅體驗課程，收費約為22,000。仲有理论科同埋坐教练车兜圈等嘅环节，仲有张证书同埋少少礼物，氹下你开心啦！特别环节系同神级车手 Mr. Le Mans 见面合照，抵唔抵？可以一次过揸咁多款高性能车，仲有王牌 R8， 自己衡量啦！